哈喽大家好，我是雷哥，完整荣耀武林千军明天将优化，那我们来看一下优化前后的对比啊，还有武林千军明天优化之后是不会返场的。我们来看一下优化前后的对比，前后的出场动画是吧，优化后的出场动画肯定是非常灵动啊，变得好看多，是站着出场，这个优化前就一直是躺着啊，这是躺着赚钱。地里种下了一棵桃树，从此与心血灌溉。